嗨，大家好，你是否有什么图片或者相片想给它装上一个框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具有史前侏罗纪时代特点的原始丛林感觉的相框，怎么样呢？过来看看吧。找来四个粗壮的树棍，任何老的树棍都可以，它们不必非常的直，然后将它们围成一个长方形，树棍的交叉处需要留6到7厘米。整个相框应该要比照片要大得多，实际上大概有图片的2倍长和2倍宽就可以了。然后剪下一段长长的线绳，看，就像这一根，足够将相框的外围全都围上。你不妨试一试这种粗绳，这种草的颜色给人一种真正的原始的感觉。接下来呢，要用绳子将2根树棍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角。看我是怎么做的，就像这样，将它缠上，捆成一个角，然后把它系好。所有的角都要系起来，而且还要留下足够的线绳。这样呢，你会看到一个，哦，像这样的东西。看到了吗？现在这个相框就足够结实，牢固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中间的富有皮质感的底板，我们用报纸或者画纸将它放在中间，纸的大小呢要合适，不要碰到相框的四边，同时要留下3到4厘米的空隙。你可以按照合适的尺寸将纸撕下来，接着我们找来一些餐巾纸或者卫生纸，将它们随意的撕成方形，用不着太精确，将它们覆盖在底板上，就像做补丁那样，底板的边参差不齐才会有原始感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在四角上多放一些纸片。接着我们来处理四角，我要撕下一些纸片，看，就像这样，不用太好。然后呢，用同等量的乳胶和水来调制一些胶水，将胶水涂在底板上，为的是将所有的餐巾纸和这些纸片都粘在底板上。看，你不妨在底板下放上一张塑料袋或是什么的，这样粘性大的胶水就不会损坏你的家具了。就像我这样，把整个底板全都涂满，涂完胶水之后，你要将它放在一边晾干。看，我需要涂满，然后等上一夜，等它全部干透了，你的皮质的底板就已经做好了。看，多有质感呢。好，为了让它看上去更加有质感，我们将为它上色。你可以把正面和反面用黄褐色，并且将它涂满。看，你不用涂得太仔细啊，这一块要的就是自然的感觉。再用一些橙棕色啊，或者铜色。看，就像我这样，等你涂完了要等一会儿，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看呢，中间的底板看上去就像是皮质的，同时我在底板的四角用铅笔戳了4个小洞，然后将底板同相框的4个角用同样的绳子连接起来，接着找到你想要装饰的照片或者图片。你可以把照片的四边剪成不规则的样子，在照片的背面涂上一些胶水，看，不用涂整个背面，涂几个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将照片贴在底板的中间，这样你的原始丛林相框就已经做好了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将相框的2面都贴上照片，看呢，我觉得这太棒了。如果你用绳子将相框系起来，你可以将它挂在任何你所喜欢的地方，你的卧室啊，门的把手，或是风衣架上，甚至是你的床角上。看，我把这个放在了书架上，这就是你的相框了。对，相框可大可小，那得看照片有多大了。我这儿有一个小一点的。看，如果你手头没有用来装饰照片的相框，不妨亲自设计一个放在你的卧室里吧。自己动手做一做，一个富有原始感的相框。
哎，你们好，我是头人儿。哦，做一个这样的相框，你需要找来四根干净的树棍，将它们围成长方形，它们交叉在一起。啊，你用绳子将它们系在一起，在一张报纸上铺上一些餐巾纸，并且涂上乳胶。啊，等底板干了，在底板的四角刺出几个洞，然后用绳子将它们和相框连在一起。底板的中间呢，放上你喜欢的照片，你的相框就完成了，这很好，哈哈。